这个 A 它脸皮干嘛的？哎，这个脸皮干嘛还不一样了呢？咋个？现在我们从几个方面改进了，效果比以前好多了，磨浆的效果要八分的效果。它主要是哪些地方改动了呢？应该是我们这个端盖现在改成了专用端盖，看到就很好了。哎，我们以前是这个小酒里，现在改成了大酒里，电影的性能更好，动力更强了。哦，这样看起的话，外观话看起都要好看的了，不像以前看那些那么臃肿，还巴适。现在我们还专门还交流，现在我们专门请了个漏水，这个地方一个漏水口，免得电水进入这个电机，这个电机的使用寿命也更长。还专门交了个台子的挡水圈，那个黑色的挡水圈，哎，嗯，看不清楚了，挡水圈，看没？这样看清楚。哦，看到了，哎，这样子就没得水进入这个电机，这个电机的使用寿命就更长。哦，哎，这样子还好。